我是 Erica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儿。今天我们很幸运的收到 Custom 的邀约，所以我们今天获得这箱。Custom 是什么？Custom 呢，其实它应该像是客制化网站的一个概念。它就是有很多一系列宿舍的商品。在我们收到这个邀约的时候，我们有去他们的网站上面使用过，然后它的网站上面是有很多很多商品，它好像几百项商品。它有分类别，比如说居家、办公室啊，什么户外用具等等、衣服啊、宠物啊，一大堆，只要你想得到的，它上面都有。因为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个状况，就像是我现在刚搬家，然后我会想要白色的浴巾配上一个黑色的地垫，但是我就是不知道为何找不到，要不然就是颜色不对，要不然就样式不对。但是如果使用 Custom 就不需要浪费那个时间去找去逛街。对耶，就像我特别想要一个什么，我的大头，然后在可能杯子上。你的大头在杯子上？哎、欸，不对，这个是好自恋、喔。我刚举错例了，好烂。现在空拍机不是很红吗？我太喜欢空拍机，我希望我的杯子上有空拍机。你觉得这有可能在路边找到吗？所以就是找不到啊，如果去找又找很久，就可以用这个网站。你可以非常迅速的得到你想要的东西。没错，哎、欸，我现在很期待。因为这个是我们之前已经先跟他们讨论过，是我们自己发想的设计。不知道会长怎么样，现在就把它打开一看吧。好大一箱哦、喔，好紧张，那是什么？它是一个。等一下。Thank you for your order。哎，它有行路哎。用手机壳，就之前常看到那个里面会动来动去的手机壳。这个网站还可以让身为设计的人在那边做一个自己的小店面。我找到我想要的样式，但是我脑袋就是想不出来我里面想要放什么照片。它里面会有各式各样设计师的设计，然后可以套用在你想要的商品上面。而且每个设计师都有自己的风格，其实他们设计出来的东西都很美丽。对啊，可以去上网看，他们网站上都有。这是你做这个吗？这是你订的吗？它的包装简约，就是很好看。我喜欢的，我也喜欢。这是什么啊？这不是扑克牌吧？真的、啊。好羞耻啊！我们知道这个是什么，但是我们想最后再跟你们说。好，不小心第一个就把它打开了。这是我的，可是有我的脸。好重，你要小心，因为我怕你把它弄破。啊，我很期待，我想要我开，让我开的。那我要开我的东西，这也是你的。怎么？我现在看到的都是你的。哎，你不要这样，让人家觉得好像都是我在订东西。是你啊，全部都是你的东西。骗人！我有订一个杯子，这个杯子很酷哦。你看，它现在是全黑的，对不对？可是有点透光，会觉得它好像有什么。啊，我好像看到了什么？反正它。现在是黑色，我现在去加热水，有吗？是要给他一段时间。哎、欸，有啊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！天啊！哎、欸，但好明显，太明显，超明显！你要你去旁边一点，你旁边是白墙。超棒的，超赞的，就是感热的。它预热，然后你设计的图案就会跑出来。哎、欸，好赞哦、喔，而且很好看哎、欸，它的颜色。哎呀，所以你要一直用我的杯子，有我的脸的杯子。这个是我的设计，但是有我的头。它是各种的叠杯，这像我吗？可是我好像没有在影片里面戴过帽子，但其实我私下非常极度爱戴黑色的帽子，就是这一顶。我真的想要把这两个杯子丢掉，有人想要吗？我可以送你们哦。这个真的自恋到爆炸的，哇，它每个包装都包得很好，哇，这个质感超好的，这是我订购的珠宝盒，我在睡觉的脸。它这个木头感觉很好哎，很像那种古董的。你在干嘛？那么闻，不要闻我的身体，很恶心。它超好的，而且它还送我个干燥包、我现在真的很嗨哎，谢谢 Custom。好像是我的手机壳，这是我的手机壳吧？是。啊，这个超好！我们两个现在很嗨，它这个超有质感的，它的包装、啊，它是磁铁，超级无敌有质感的包装，对啊，超棒的。这是你自己设计的吗？对啊，就是我讲电话就有一个耳朵、啊，高一点，你耳朵很高，这样。你可能要这样，完了，我再听不到你的讲话，看到在屏幕，我是这样子对起来。我帮我就都是老四点，包装真的很好哎、欸，加链带，这是我的化妆包，魔鬼粘的，是可以拆下来，所以我如果看我自己不顺眼的话，可以。前面可以放一些什么口红啊、眼线啊什么的，然后后面就放一些粉饼啊，不是比例要放前面，因为比例很细。日历框是自己设计的，比如说今天父亲节8月8号，比如说今天父亲节，告诉你们今天是几月几号，这比我本案壳还顺手。而且它是仿妆的，真的吗？谢喽，你放在这个泡泡纸上，真的很好看哎、欸，我突然觉得，这给我好。不行，你的东西都有你的照片，我才不要嘞。宠物的衣服，琪琪现在是跟我的阿嬷住，所以我就做了这个禁止喂食。阿嬷很爱喂他的，对，让我阿嬷知道不要再喂琪琪，琪琪越来越肥了。哦，好打他哦。
这狗好讨厌，我还有 V 领的，很性感哎、欸，宠物穿 V 领插到肚子。宠物看不懂，它对面的人穿 V 领很性感。没有，如果它本来不是这样子吗？它的主人就这样把它抱起来，穿 V 领。可是它好像很 V， 露到一些肌肉。好，我们等一下让琪琪来穿它好了，重头戏来了。我们不知道我们做这干嘛，尺度爆表。因为我们没有人留言，我们就决定进来玩。我们做了一个有我们照片跟公仔图片。那真的好羞耻哦。我觉得背面很好看，可是正面我真的有点尴尬。哎、欸，这张照片很有意义耶！这张照片是我们第一次为了频道拍的合照，然后就再也没有再拍过了。艾瑞卡戴尔的扑克牌，这个是我们想要送给你们的，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想要啦？也是会办直播抽奖，抽奖的办法跟上次的歪脖嘴零食的一样。首先呢，你一定要是我们的粉丝，所以要订阅我们 YouTube 频道，我们的粉丝团赞，分享我们这个影片 ，tag 三个人专属盒。我觉得它整个就是超级无敌有质感。如果你真的想设计。先点进去 Custom 的网站里面，比如说你选好商品了，它会让你选颜色、嗯，然后再来上传图片、嗯哼，然后你就可以马上看到，如果是那个颜色，然后你的设计会是怎么样的成品。呀，对，马上会看到哦，那就可以去调整啊，怎么样的。这个一开始这边本来是白的，然后他就会问你说你想要什么样的设计，传上去它就会是专属于你的珠宝盒。你们自己本身是设计师的话呢，也是可以把你们的设计放到 Custom 的网站上面，重点是你当然就可以赚取那个。多余额外的费用，多一笔创业的感觉呀， yeah, 算是个小创业。那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要按赞跟订阅我们哦、喔。可以欢迎在下方留言给我们。如果想抽奖的话，记得要 tag 人哦、喔。对，就要记得抽奖哦、喔。谢谢大家，拜拜，拜拜。